2014年世界行动通讯大会在西班牙举行，世界各大行动通讯厂商，包括宏达电、三星、Nokia 等等，抓住良机发表新机种或是穿戴装置。宏达电的 HTC One 系列在去年夺得最佳新手机奖项后，今年击败三星，再荣获最佳智慧型手机大奖。The HTC One, the best smartphone in the world.宏达电董事长王雪红远征西班牙，在2014年世界行动通讯大会上发言。除了与全球手机大厂领袖一较高下，最令他高兴的是，宏达电的 HTC One 系列在去年夺得最佳新手机奖项后，今年击败三星，再荣获全球行动通讯协会的最佳智慧型手机大奖。三星去年以 S3 获去年年度最佳智慧手机和年度硬体制造商。这次175位的业界专家、媒体和分析师组成的团队，还票选出最佳平价智慧手机 Nokia Lumia 520，最佳平板电脑苹果 iPad Air。LG 则拿下年度最佳创新装置制造商。新唐人亚太电视江子阳编译。